九把刀约会抠牙，甜在周庭宇变马路三宝。九把刀扶正中视前主播周庭宇后爱的高调，勾在三日在台北金站内金色山脉看到两人甜蜜用餐。啊，好饿，为什么我要点沙拉呢？啊，不然我手上这盘分你好了啦。虽然看起来很好吃，但不用了。是的，吃饭表情很丰富的周庭宇跟刀大吃饱后心满意足地走出餐厅。请你不要到处勾勾，用力到处勾勾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庭宇只顾滑手机，刀大很闷，只好边走边抠牙。哎，不管怎样，这实在是有点恶心。哎，接着刀大就用他那抠过牙的手开着他的奥迪 A3。他违规。哎，这一开竟然开进了公车专用道，刀大瞬间求变马路三宝了。流动新闻，怎么觉得周庭宇素颜有小内的 feel 呢？报道。